鱼雷对阵周宇翔，鱼雷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年轻时代的街舞的希望 ，Battle for Hope。 最后一轮了，所以队长，三、二、一，恭喜鱼雷，可以啊。 人都炸懵了，我的天，哪来的怪物？帅哥，我觉得这场真的让我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对于周渝强来说，也一定是这样。往届站在像这种类似的舞台上的不是 Popper， 一般都是 别的舞种的人。然后而且还是两个新生代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对于我们来说，甚至是对于 Popping 这个圈子来说，它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。周渝强等你撒疯了。 就是连掰了几轮，5 round吧，应该是，已经快没力气了。我就觉得一定要突破自己，一定要过这一关，就是要有憧憬嘛。下来之后就觉得，自己突破这一关也成长了。好，Joy Shan, he just kill every round, and he never stop. Everyone he can pu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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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keep the same power of popping. So. I was really shocked and proud of him.